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在寻找一个绝无仅有的度假胜地，不妨考虑一次性拥有两座可拎包入住的热带小岛 Frozen and Alder Cay。 Frozen and Alder Cay 位于巴哈马贝里群岛中心，距离拿骚西北35英里，可通过私人船只或水上飞机轻松抵达。这两座岛屿总占地83英亩，周围环绕着原始的白色沙滩和清澈的绿松石海水，拥有宁静的海湾和未受破坏的珊瑚礁，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。这片郁郁葱葱的绿地还是天然的鸟类保护区。 Frozen Cay 拥有一栋宽敞的住宅，占地4145平方英尺，配备6间卧室和6间浴室。住宅内设施齐全，包括现代化的厨房、两个步入式食品储藏室、洗衣房、办公室以及充足的存储空间。所有主要房间均通向门廊和露台，让你尽情享受壮丽的海滨景色。住宅旁的温水游泳池也为你提供了额外的休闲空间。岛上还设有一栋806平方英尺的管理员小屋，一栋1534平方英尺的员工住所，以及一个可容纳100英尺长游艇的最先进码头。 Alder Cay 则提供两个独立的住宅，共有3间卧室和2个浴室。该岛包括一个5英亩的受保护蟹湖、2个码头和一个复式员工住宅。岛上还有一个有7个独立单元的钓鱼向导营地，一个公共生活和用餐区，确保你在这里享受舒适的岛屿生活。这两座岛屿完全自给自足，配备了完善的公用设施和通讯系统。配套建筑内设有2台柴油发电机、油箱、淡水生产设施和蓄水池，确保舒适与便利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随时享受游泳、划水、风帆冲浪和钓鱼等各种水上活动，每天都在这个热带天堂展开新的冒险。 Frozen and Alder Cay 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2500万美金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